本节目由老中网与牛角融媒体联合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ylvia， 我们现在呢在旧金山的天空塔，它外观是那种黑暗神秘的，进来之后发现哇，一片天堂的那种感觉。那它的墙壁就是有这样的设计，可以看一下。La A Miki Yo Mi Yo。好了。这是你目前的日文程度。他的杯垫超可爱的，一不懂。这个是他们的厨房，开放式的，他们可以控制面条的湿度跟硬度，所以刚刚我们才可以选到第三个印叫 Taka， 是 Taka 吧？应该是 Kata 之类的 Taka 或 Kata。然后它的 menu 超多的，这个最主要就是食物的 menu 啦。然后它有这种白丸原味，就是原味的意思。然后刺丸腥味就是有辣。然后是一风堂特色的，所以我们刚刚点的是这个鱼介成骨素块 ，Bonito Tonkotsu。然后我们还有点了一个 Pork Bun， 然后呢，我们还有点卡拉鸡。因为这间是一风堂嘛，我们想说要点一个就是日本清酒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他们最推荐的是哪一个？哦，他们最推荐的呢是这个东一的 Junmai 金酒。刚刚那个店员说它是有青苹果的味道。喂，你们有发现它就是有流到外面吗？就是店员特别跟我们说，他想要我们品尝就是不同口感的清酒。That's right。我觉得对，就是不会喝酒的人来说，它是可以接受的。就是不是会那种很浓浓的那种感觉，可是你喝下去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青苹果的那个香气会慢慢的散开在你的嘴巴。好特别哦！我刚刚明明是亲眼看着它从同一个酒瓶倒出来的，外面的味道就特别的重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哎，很推这个 sake。卡拉鸡呢，它上面就是挂了一个柠檬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不敢再乱吃，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说没味道，就我吃下去之后辣到不行。然后还有一颗小番茄，四块的小炸鸡这样，那我就来挤一点柠檬在上面。味道很淡，想要加胡椒粉或者是番茄酱，但它的皮就是炸得很好，然后肉也很嫩。它里面呢看起来是有 lettuce 跟就是猪肉和美乃滋，好吃一看吧。就平常不喜欢吃肥肉，可是它在挂包里面会很好吃，因为它里面的口味很重，所以加那个面包吃起来就有平衡的感觉，因为它就是白面包嘛，还行。我可以吃完这一整碗，就是有尝到那个鱼的味道，但是不会很咸。就其实我不太会吃拉面，我觉得拉面就是一个很饱的东西，但是它这个是重中带一点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好吃。果然是一风堂。好啦，接下来是甜点的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。红豆冰淇淋，你看它上面还有这个红莓，然后还有蓝莓跟奶油，还有薄荷叶，好吃一口，我要吃到红豆的，Oh my god， 就是台湾 7-Eleven， 你知道吗？不是有一个白色包装那个吗？就是它是那种纸袋很容易破，然后打出红色，然后看得到红色颗粒，是不是安岛分贵？是台湾的冰棒，对不对？超好吃的，你吃不到了。大一风堂一定要吃冰淇淋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支持李阳代理购买，支持李阳代理购买。